就是有一种回到那种。对啊，这首歌我超爱的，这是我的私藏歌曲。私藏吗？对，你看这有外太空的声音，有一个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感觉也会有一种进到外太空的感觉。对，这首歌好像我那时候听到是莫文蔚翻唱。哦，我那时候听到是英文课本。对，然后以前有英文，对，以前英文课本有这首歌，这首歌叫做 If。 对，这首歌我觉得很如诗如画。对，然后反正大家唱下去应该就知道了。这首歌是不是也是在讲那个是梵谷吗？好像是吧，我也忘记了，就是一个很有名，我不知道忘记是梵谷是跟英文课本一起。对，就不能乱讲话，不然会显得自己很无知。反正这首歌叫 If， 大家如果说就是接下来会喜欢这首歌的话，我觉得这首歌的背后意义很棒。然后其实这首歌的英文歌词其实也写得非常的美丽，我觉得很优美，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那个手机可以拿出来查一下歌词。接下来我们要扭转一下气氛。你知道通常这种歌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不能让它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气氛下去，因为就大家会想睡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扭转一下这个气氛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How Deep Is Your Love。 有人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我超爱，我听过。不要在那边。欸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。好了，我知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已经有充分的就是听到
展示出了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这首歌，我们接下来后面还会也会再接一首，算也是算组曲的一首歌曲。嗯、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接的这个是叫 Stand By Me， 大家应该会蛮有感觉。前一阵子在网络上蛮红的，我、哦、真的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抖音上面这样。抖音红的歌都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突然红的，就是可能就是好说话好说，没有啊，就是我没有说歌不好，我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红，应该说会翻一些以前的歌出来唱，是是是 是， 是，我有在用抖音啊，就干嘛这样？没有，我好歹也是有官方的好吗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来吧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《How Deep Is Your Love》，然后麦莉有唱。麦莉有唱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哦，麦莉唱是另外一首歌。对不起，这首歌他有唱这首吗？不错、啊。好，这首歌叫《How Deep Is Your Love》，然后来自 Bee Gees。No, I won't be afraid.
Thank you.